各位同学，我们尽快就座哈，我们要开始上课了，谢谢。上课前麻烦注意手机哦，再把它关震动或关静音，好，再麻烦一下，谢谢。各位同学，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台南州嘉义郡的张英文张郡守带来演讲哈，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国际班的学员，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咱今仔日哈，这节课诶，这个标题叫做“法理眼光看现实台湾”呢。因为过去咱受的教育也好，还是讲咱的经验也好，咱对这个台湾的一寡这个所发生的一寡，就讲政治事件也好啦，吼，还是讲即卖的现况也好。咱往往拢是用较早哦，国民党、中华民国伊套教育体制的迄个经验，来咱咧理解伊在时事嘛。啊，但是呢，用迄种经验去理解，往往拢是错误的，啊、哦，往往拢是错误的。所以咱来台湾民政府家，咱来受这个法律的这个教育，咱用这个法律哦，会敢讲。来分析这一挂台湾的时事，你就会发现讲，原来因竟然较早甲咱讲的，哦，迄拢是无正确的。啊，用一挂整理的资料，甲大家做一下分享，哦。首先啊，咱先看这个图，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地球嘛，哈、哦。我给大家请教一下，地球是圆的还是扁？啊，圆的啊哈，咱即马感觉讲，咱即马看是圆的嘛，但是你有想到无？伫车伫咧十五世纪的时阵，伫咧大航海时代，迄阵住咧地球顶面的人，已经因为地球是圆的还是扁的？是扁的啊，啊、哦，啊，但是地球圆的这件代志，自开天辟地以来，伊就是圆的嘛，对不对？啊！但是人认为讲伊是平啊，啊对不对？所以讲你没有去察觉到另外一个事实的时候，你是无法度去判断地球是平还是圆的嘛，对不对？同款，在咱无来接受这个国际法的法律、战争法的法律以前，咱咧看台湾，咱咧分析台湾的这个现状，还是讲台湾的国际地位，还是讲咱台湾人啊、哦，应该伫即马应该有虾米款的人权，咱是不是拢会有错误的解读，对不对？讲这个道理啊、哦，所以咱来看，啊，这个图，这个图很就是显示出讲，哎，伫只十五世纪迄个时阵，大航海时代进前，是一般人一心来所想的地球是圆的还是扁？扁是扁，是扁哦，啊、哦。这幅图就让显示出来讲，迄当阵的人也想法是认为地球是平，因为是平，所以讲会发一心内都有一个感觉讲，哎，啊那平吼，是不是船开到尾啊了，有一个世界的尽头，对不对？啊，到世界尽头落去了，安那会栽落去嘛哈，会栽落去啊，栽落去就会安那粉身碎骨，全军覆没，对不对？所以讲，因为有这种思想的这个限制，所以讲，迄当阵的人，敢会讲想讲要搭船啊，出去冒险，出去探险，迄种心理就较少，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迄当阵显示出来人的头壳内底所想的啊、哦、啊，因为想的是安尼，世界有尽头，所以就唔敢，好、哦、就唔敢去接触海洋。啊，这是什么人？这是哥伦布嘛？但是哥伦布伊甲别人不共款啊，伊根据伊家己的观察，伊感觉地球应该是圆的。啊，所以讲呢，迄当阵哥伦布，因迄当阵的人，一个是大部分人认为讲地球是平嘛，哦，地球是平。啊。伊当阵的人认为讲，伫大西洋内底
有一种很大只的 monster， 就是怪兽啦。哦，伫大西洋内底有怪兽，啊，怪兽很大只，大只甲伊的嘴吼，若甲你撑开，啊，你的船就叫吞落，啊，就像拄只迄只船的诶那个图像同款。哦，迄种船人是安尼想的。啊，而且船若行到尾了，有一个足大足大诶，即个 waterfall 就是瀑布嘛。哦，咱拄只迄个图就是显示讲，行到一个世界尽头了，有一个好大的瀑布。迄、那个瀑布你若落落了，咱的船诶全部被毁灭掉，哦，你的粉身碎骨。迄种船人是安尼想的。但是呢，哥伦布伊认为地球是圆的。所以讲，伊都爱甲遮个一般人的这种想法，爱安那对抗，对不对？伊都爱甲这种想法来对抗。啊，这种想法呢，伊就讲这种想法是啥物想法呢 ？Foolish belief， 认为地球是平，这种想法是一种 foolish belief， 很愚蠢的想法。啊，他的认知错了。啊，伊讲这种认知是 foolish， 啊，是愚昧的、愚蠢的。然后伊就爱甲这种想法哦，爱来对抗，爱来说服，爱说服好遐个人，即个水手认为讲地球是圆的，所以伊会当对哥伦布哦出去航海，出去发现新大陆啊、哦，这是非常哥伦布伊安尼伊头壳内底想的是安尼，所以讲哥伦布伊感觉地球确确实实就是圆的。哦，刚开始是圆的，啊，反倒等下咱来看，即卖来甲你讲，中华民国确确实实无拥有台湾的领土主权，你若无来台湾民政府进前，你敢会相信？哦，你袂相信啊？啊，但是即卖你来上过台湾民政府的法理课程了，你会相信无？你也非常的确信嘛？反头，你会甲遐个讲，还佫相信中华民国拥有台湾领土主权的人，你会感觉讲，伊迄种想法是甚物想法？愚蠢的 belief， 对不对 ？foolish belief。所以，同款嘛，伫咧咱解说咱台湾的即个地位、国际地位内底，伫台湾内底，很多人还存在着这种 foolish belief， 就跟十五世纪之前的地球人一样。啊，认为地球是平的，一样的愚蠢，啊，对不对？根据《开罗宣言》，1945年在维也纳讲台湾光复，这敢对？这唔对嘛，啊，这咱人知啊。第二，啊，因为台湾光复，所以台湾人伫1946年的1月12日恢复 ROC 的国籍，这嘛唔对，啊，这唔对啊，我讲的这拢唔对哦，啊，这要注意哦，啊，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啊、哦，而且是中华民国给你教的这种概念。啊，过来，因为台湾人恢复 ROC 的国籍，所以 ROC 的宪法在台湾实施。啊、哦，所以讲啊，因为实施宪法嘛，台湾就是 ROC 的。较早是咪拢安尼讲讲？啊、哦，啊，但是你若无国际化的概念，你会认为这是对的呢？啊、哦，啊，过来，因为选举。所以台湾就变成 ROC， 啊，就变成主权独立国家，这敢对？这嘛唔对啊！啊，过来，因为台湾等于 ROC， 所以一讲一中政策，伊要两岸统一，哎、啊，伊就紧张啊，哎，就安那反对一中政策，对不对？啊，你看遐个林营是不是极力反对一中政策？啊，啊，这里这是对的还是错的？这是错的啊、哦！这是错的。过来，因为台湾等 ROC， 所以伊就要去吃人白，伊是不是就那个抹掉掉？有无？啊、哦，人个马英九，人个一句话，迄个什么呀？诶，陈玉莲来时阵，人拢不爱行，啊，另一下就压就压去啊！啊，啊，过去哦，中华民国警察甲拍过个澳灯，哎呀、啊，是不是很 foolish？ 对不对？啊、哦？啊、因为是 PRC 的打压，所以 ROC 对我刚才当用 Chinese Taipei 的名称，这较早你常常听下理由对不对？这敢是正确的？一样 foolish 啊、哦，这赶快拢唔对，
伊绝对毋是安尼解说，吼、哦，咱毋是安尼解说，咱所以讲，因为毋是安尼解说，所以咱来台湾民政府，咱来受训，咱就是要来找正确的答案，啊、哦，咱来看，我请请教大家，台湾的国际地位即马够正常，啊，你为虾米款？什么款迹象看得出来讲台湾的国际地位无正常？啊？不是一个国家，哦，啊，够无？流亡政府伫遮，哦，啊，够无？哦，占领，嘿，没有办法参加国际组织，哦，没有办法参加，对啦，没有办法用台湾的名义参加国际组织啦。啊，而且个，而且啦，去参加迄个国际组织的，拢袂使是主权国家的形态啊，拢袂使啊。啊，伊对外用的，比方去拍球啦，去参加运动啦，伊个来当有啥物名？中华台北啊。但是咱拄只头前讲的，因是毋是拢讲，因是毋是甲台湾当作 ROC？ 啊，你要注意看，啊，伊是安那出去外国？比赛的球队，啊，你就讲等于 ROC 等于台湾，啊，是啊，你不要直接用台湾就好啊。哎、欸，有没有？有没有？我发现很奇怪，啊，对啊，啊，所以讲伊不发，所以讲直接你得看得出来 ，ROC 一届联邦政府，伊更发的用台湾的名号，显然是不可以，对不对？啊，显然是不可以，啊，阿兰德来来个理解讲为什么不可以啊？来。啊，因为咱知影，咱拄则大家拢有提出足济无正常的现象嘛。啊，咱来台湾民政府，咱来遮，咱的目的是啥物？咱就是要改变，对不对？就是从这个无正常的这个现象，咱来做一个改变。啊，改变呢，敢是靠别人？敢是硬一个硬一个吹一个高人？吼、哦，啊，全部都拢改过来，敢是安尼？唔是啊、哦。美国总统奥巴马，一个伊竞选第一任总统的时阵，伊的竞选口号是啥物 ？Change， yes we can， 应该是第二次嘛，哎、欸，应该第一次就是 change， 对，改变，哎呀、啊，所以他留下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啥呢 ？Change will not come if we wait for some other person or some other time。意思讲，改变哈，你若要硬别人。还是讲连工再过来改变，这个改变会发生无？没发生，这个改变没发生啊、哦！啊，所以伊即句话讲 ，We are the ones we've been waiting for。我们就是在你咱家己啦，就是你家己咧愿望的迄、那个要改变迄个人啊！啊、哦，啊，过来又讲一句 ，We are the change that we seek。我们就是要寻找的那个改变自己。就是要寻找改变的那一个人啊、哦、啊就说改变从谁身上开始做起自己从自己做起所以咱来受训咱有回去了后咱爱搁继续甲台湾迄、那个新台湾论迄本来的内容小甲看搁甲看一下你一摆你看你会感觉诶清楚但是第二摆你搁看你就会看出伊内底重点第三摆你搁看过了你会发现讲，哇，刚才是迄个任督二脉拢拍通啊，哦，你就全部拢有在条解水，哦，来，过来。虽然讲咱已经知影讲台湾的国际地位是无正常的，但是伫个新闻事件内底，咱会发现讲，美国拢反对台湾改变台海现状，有啊，要听过无？哎，那像这個新闻。2007年3月份的新闻，迄阵阵阿扁伊抛出四要一没有，哦，已经违背了他就职演说来对四不一没有嘛，对不对？也四要就是要独立啦，要自宪啦，哦，要安怎啦，吼、哦，就是要甲台湾当作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要等于要甲变作一个，要变独立去啊，啊，啊，美国就甲伊讲啊，这个。反对啊，陈水扁这些动作，因为这些动作是改变台海的现状。啊，你也想嘛？所以这个新闻你就看得出来，美国反对陈水扁也来做，
也是讲陈水扁做的这个这个动作、这个方法、这个方向，敢不是对的？显然是不对哦。所以讲用这些要把它视为是独立或是制宪，啊、哦、啊，这个方法没不是改变台湾现，哎、是不能改变台湾现状，而是用错了方法，啊、哦，用错了方法。所以我们都要来想讲，好啊，啊不现状，你国讲的啊，啊现状为什么不能改变？啊、哦、啊，这咱要理解这个这个疑问进程，咱来先去思考一下，咱来先了解，咱来先熟悉，啊不台湾即马的现状到底是生做安怎，对不对？咱要作答嘛，哦、我们要写考试要作答的时候，你总要对题目要稍微认识一下。啊不现状到底是什么，你要先你要先想得清楚，你要先了解。了解了那他说为何他说不能改变，那一定你得了解现状了你就会产生正确的方法。所以阿扁那个方法是不对的，因为他对现状的理解不够清楚，所以用了那个 不正确的概念，也用了不正确的手段，就是没有办法改变。所以美国跟你讲不可以啊、哦，美国跟你讲不可以、哦、啊。为者，咱就是咧思考这个问题啊、哦。来，拄只阿扁也讲，阿扁也讲要让台湾成为主权独立国家。啊，伊迄当阵2008年又推动一个叫做入联公投，对不对？好、哦，搁讲入联公投，咱就来甲分析讲，是啊，伊迄个入联公投，美国极力反对啊、哦，美国极力反对，这叫做被反对的公投啦啊、哦，就这个。啊、哦，这个新闻啊，2007年啊、哦，就是伊要准备要迈入2008年要选总统的时阵嘛，他推了一个叫入联公投。那入联公投里面啊，那个时候啊，美国就开始讲的话就很直截了当，就跟你讲你不是国家啊、哦，就跟你讲你不是国家啊、哦，台湾不是国家啊，中华民国嘛不是国家。啊，中华民国是一个未解决、待解决的问题，哦，就开始跟你讲这代志出来。啊，迄当阵，咱各位若有看过这个新闻，你心内底是不是会感觉做者疑惑的？对不对？是安那伊安尼讲咱，啊，咱都有投票、有选举啊，啊，你啊，咱都家己认为个一个家己是一个国家，啊，是安那美国讲咱唔是？哦，啊，所以我们的想法跟美国他们的见解是。是有差距的哦，对不对？啊、哦，是有差距的、哦，啊，美国啊、哦，这东西反对阿扁那个时候用有独立意涵的入联公投啊、哦，这是红反对的。来，啊、哦，这个赶快在新闻，啊、哦，美国高官重申美国反对台湾入联公投，因为这个入联公投本身就是有独立意涵啊、哦，所以别让用独立公投、哦、啊，赶快 Rice 啊、哦，那当时的国务卿 Rice。哦，嘛招出来讲啊，哦，很多高官一直讲啊，哦，层级的层级小的开始讲，讲到最后，国务卿讲嘛是反对哦，哦也是反对，而且赖斯一直在讲啊，啊、哦，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是一个非常具挑衅的政策，这个政策会造成台海不必要的紧张关系，同时也不会为台湾人民在国际舞台上带来真正的好处。哎，你刚刚加几管？我用民主的方式去投票，啊，这在咱的想法来对，感觉讲，哎，这个很有正当性嘛，对不对？啊，这很正当性啊，民主方式正当嘛，啊，投票合法嘛，哎，啊，显然呢，不会为台湾人带来真正的好处，啊，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有想过这个问题吧？这就是咱来这要想的，要了解。啊、哦，刷起来，我看一下。先讲这公投的类型哦，好，大家看一下，咱就知影迄美国伫咧虾米所在。来，不被承认的公投，即个克里米亚，即2003年的6月份的时阵，克里米亚啊3月份的时阵，克里米亚也被举办独立公投，伊要为乌克兰离开即、這个，伊要独立公投离开乌克兰。然后还被加入俄罗斯，然后一办一个，这个公投，哎、啊，你个想看卖？公投哦，
投票哦，民主定数哦，民主方式哦，是安那？德国总理梅克来讲，这个公投不合法，有没有很冲击？哦，有没有很冲击？那你伫心内，那你伫头壳内底，互中华民国甲咱灌输啊，用民主的方式去投票，就是有正当性啊。但是这个有你，咱感觉有正当性的这个行为，结果是无合法的。哦，结果是无合法啦。啊，为什么不合法？第一个，它不符合乌克兰的宪法；第二个，它不符合国际法。啊，不合乌克兰宪法，是咧讲这个公投的本身呐、啊，就是乌克里米亚，伊要离开那个乌克兰，伊敢有跟乌克兰讲个好势？啊，乌克兰政府敢有同意伊投票？无嘛。哦，所以它本身这个公投就违反了乌克兰宪法的程序嘛，对不对？所以说不合法，不合乌克兰的宪法。另外一个，那个说不符合国际法，你要起步就不合法，然后你搁要搁加入俄罗斯，安尼再搞好，再搞好国际法，这也不合国际法，因为变成讲一个主权换去另外一个主权者的形象。啊，请问一下，乌克兰敢有跟俄罗斯讲个好势？嘛无啊，啊！伊这两个国家无讲好势，这都是国际化的范围嘛。那他也没有讲好啊，所以有没有符合国际法的规范？有没有符合国际法的程序？嘛无啊，所以他即使是用民主的手段，但他是不合法的啊。哦，所以一不合法的结果会安怎？他照常投了哦，不合法的结果会安怎？会变成会人个声音无？没有。世界各国都没承认，为什么？因为联合国的大会啊，又表决，又结了决议，1149/3号决议文，伊的决议文的内容就是这啊，这个联合国的大会啊，采取了这样的一个决议案，要求所有的会员国不要承认克里米亚这个地区的现状的改变，不要承认啊，这个议案就是叫。会员国不要承认，啊，这个不要承认的这个议案有没有成立？有啦，有成立啦。不要承认的议案有没有成立？有啦，有成立啦。因为投票是100个国家投票同意不要成立啊，不要承认啊，11个反对，58个是这个弃权啊。所以说这个议案在联合国决议通过的，就是要求所有会员国。都不可以承认克里米亚这个区域伊的现状的改变，啊，所以拄则讲迄个克里米亚的公投，有方承最后有方承认无？无，世界各国拢无承认，无承认的结果你发现无？美国、甲欧洲是不是在制裁俄罗斯？对不对？哦，都在制裁俄罗斯啊！哦，啊，所以你讲假的这些人不合国际法。你就要接受制裁，啊、哦！哎、啊、嘞，哎、啊、哎、啊，这继续个发展啊、哦！但是咱讲个价值观，这个是在法律上的概念啊、哦，不合法的都是不合法啊、哦。后来，另外一种诶，叫做被承认的公投。哎、欸，你有感觉真奇怪吧？世界上遐有人咧投公投，啊，遐嘛有人咧公投，啊，有人咧公投，无互人温存，哦，就台湾要公投，就袂互温存嘛，对不对？啊，有人去公投是公投了，无互人承认；啊，但是有人去公投，哎、欸，会互人承认呢，对不对？啊、哦，你来看，这个、关键点在哪里啊？对、哦，南苏丹伊投一个叫独立公投，啊，投落去了，你来看，美国赞扬，你有感觉奇怪无？变是公投，台湾要办公投，美国大家反对，啊，南苏丹投公投要独立。到了去了，美国个赞扬，哎、欸，啊，这美国伫个虾米所在？啊，等下甲分析给大家听。因为这南苏丹啊，伊个独立公投是根据2005年的一个和平协议啊，迄当阵苏丹一个叫做苏丹共和国啊，这个叫做苏丹共和国，这个叫做南苏丹啊，啊，较早。因其实都无啥共款，哦，因两个是无啥共款，哦，啊，因为安尼结果，
甲做伙两个怎发生内战？啊，内战一直持续嘛，无得解决。最后是苏丹共和国，甲这个南苏丹有一个人民解放运动的组织，两边签和平协议，对签这个。2005年签结全面和平协定，哎，而且全面和平协定赋予南苏丹可以独立公投。重点在这哦，苏丹共和国跟这个南苏丹的一个组织签一个和平协议，这个和平协议同意予伊独立公投。哦，啊，重点在这，所以。爱这个中央政府主权者同意你离开，啊，你公投才有合法性，哦，不拿正当，而且合法，哦，就是这个道理，哦，来，啊，这是伊英文版的诶资料，哦，哎，过来，搁一种诶，搁这被许可的公投，哦，这赶快实施哦，这。新闻是2013年的3月23号啊，迄当阵苏格兰要投独立公投，啊，在2004年的9月18号去投票，啊，咱微新闻咱看会出来，2014年的9月18号苏格兰独立公投有没有独立成功？没有，他没有独立成功，但是你有发现无？他可以投呢。那在时间点，你把时间点拉到2013年的时阵，你也会发现讲，欸，还没投的公投，但是他已经事先被许可了，有没有？啊，伊好像温州也在倒啊，哎，啊，这个伊要独立公投，英国政府刚出来个，刚出来个讲，袂使，袂使，袂使。啊，世界各国刚改讲，袂使，袂使，袂使。敢无？刚有人讲苏格兰要独立公投是不合法，敢无？嘛无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因为这个爱丁堡协议，啊，因为是这个爱丁堡协议，爱丁堡协议就是苏格兰这个地方政府，跟英国啊，中央政府的英国政府，两个签一个叫做爱丁堡协议。这个爱丁堡协议里底，根据这个协议，英国政府同意啊，苏格兰举办独立公投，啊，好，同意好，这个地方政府。独立公投，所以也让独立公投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协议。你甲对比这个苏丹、南苏丹、苏格兰，他们是不是有一个共通点？是不是让伊的主权者中央政府同意予伊投，啊，伊就有合法性，哦，伊就有合法性，伊才会当去投。啊，你甲对比这个乌克兰甲台湾，伊是毋是拢有甲迄个主权者去讲无？拢无哦。台湾的你要投资主权者是啥物人？日本天皇嘛。啊，比如讲要去独立公投，要入联公投有独立意向的入联公投，那有没有跟日本天皇讲好？没有啊。他不仅没有跟天皇讲好，连跟他的现在的占领者有没有讲好？也没有讲好啊，啊，那初级班那么凶鬼嘛，占领怎么样？不可以移转主权嘛？那有独立意涵，有独立意涵的入联公投，为什么美国会这样反对？因为我你是我的占领地，啊，我要维持这个现状，将来我还要把土地还给我的被占领者嘛，都、就是天皇嘛，对不对？啊，你在这边搞独立，啊，等于是挑战我这个军事政府。等于挑战我军事政府嘛？你如果搞了独立，我美国跟你同意出去之后，我将来怎么面对全世界各国在国际法的范围里面，我没让他去遵守，你都不法都遵守啊，就会跟克里米亚一样啊，对不对？哦，变成说一个你带头在违反国际法，所以得利是叠加，哦，得利是叠加。哪一个部分？哪一个部分？
派了你出来管理台湾，而且他也不对世界公布。然后我们这一些政治人物在搞公投，在搞主权独立的，要来搞主权独立的这个时候，美国他对世界也不公布啊。但是他把这个事情，第一个，他就是美国也不一定真正知道国际法；第二个，他知道装傻，然后呢，再把美国的一些军工的武器，然后来卖这种叛乱组织的这种渔网。你这东西你发现的问题啦，但是你也发现讲，你主要讲的这个问题，逐步都在改变当中。啊、哦，过去啊、哦，你若去看咱秘书长，一个去告美国的，一个法院的判决文内底，你就会发现啊、哦，啊，甚至你去听因那个律师哈、哦，当庭在辩论的那个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好，你就发现哦，你就发现讲，其实啊，过去你伊甲咱安尼，伊甲咱爱算讲闪过安尼啦吼，他最后还是闪不过啦。伊就是因为闪不过，才有我们在座各位在台湾民政府在这边受训嘛，还知道不？哦，这是个意啊，这就是意思讲，早在1945年10月25号占领日开始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要成立台湾的人民所组成的台湾民政府，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成立啊，啊，就算有成立啊，行政长官公署啦，但是那个在管理者都是谁啊？流亡的中国都是中国人嘛，对不对？他没有用台湾人啊，啊，所以那个而且中华民国在那个时候他就是乱来啊，啊，讲个白啦，啊，蒋介石他们有像美国一样知道那种国际化的概念，武汉你清楚不？没有啦，没有那么清楚啦。啊，就算他清楚，他也可以不要啊，对不对？所以才会产生什么台湾光复嘛，啊，才会产生改立改国境嘛，啊，才会产生改立征兵嘛，对不对？啊、哦，哎呀呀，这伊就是安尼啊，哦，啊这些啊都在讲诶，改立国境。跟你征兵，跟你讲台湾光复，这拢是唔对的啊、哦，这拢唔对的啊、哦。这在战争法里底，跟你改国籍这件代志，它其实就是一种战争哦，战犯的行为啊，哦，这种战犯的行为。但是美国他也没有来制止这种流亡政府，说，哎，你这样子就把人家救济和好，你不应该把人家征兵，不应该叫人家来了、啊。所以我跟你讲。所以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他不对，所以你今天才会坐在这里嘛。哦，你知道不？啊，咱今晚就是要给修正过来啊。哎呀，我今晚就跟你讲，我们现在是不正常的状态。啊，你坐在家是要创啥？就是要修正他嘛，要让他正常化嘛。哎呀，哦，就是这个意思啊。来，阿哥姐姐投不过的公投，就是啦，就是那个中华民国的公投法了。啊、哦，是啊。中华民国公投法也安尼定啦，哦，公民投票也让全国思维让投票是这啦，复决、立法原则、重大政策、宪法修正案，来这刚好统独公投，没有，所以中华民国自己知不知道，在台湾可不可以举办统独公投？不行，他知道不行，哦、啊，而且他要设了一个非常高的门槛，对吧？投票人数二分之一，啊，出来投要二分之一，哦，出来投的爱是所有会当投票的人二分之一，啊、哦，啊，投了过爱是超过投票有效票数过爱超过二分之一，所以这个门槛是不是拢工作管的，对不对？哦、啊，你爱怎样？你给你设不能统独公投，又给你设这么高的门槛，啊，他要不要给你投？他是不是要给你投？他不要给你投啊！啊，你就知道说他不给你投的理由是什么？占领不能移转主权，流亡政府可不可以就地合法？不可以啊！但是伊波都甲你明讲嘛，哦，啊，因为伊要甲你掌控啊，伊要直接甲你挖伊的利益，挖你的利益等于去伊落地啊，所以他就，哎。我问你嘛，啥物人会当到？中华民国的公道，对啊，第七条，什么人会当到中华民国的公道？
我问你咧，你是中华民国的人还是台湾人？啊，你台湾人去到伊咧讲台要创啥？还知影无？啊，你即马知影嘛？啊，即马知影，你会过去到无？袂吧？啊，都袂过啊！我明甲你讲啊，即个都有同台公投无？无，即个门槛有悬无？有足悬咧，你安那投就投袂过啊，对不对？你安那投就投袂过啦。啊，所以讲，互你看会到安那，食袂到嘛。啊，伊目的就是要互你，要你投啊。哦，就算你家己去，真正你就家己去补一摊，会过无？嘛是袂过啊。哦，啊，所以他地方政府伊有清楚讲，伊有清楚台湾。台湾的地位吧，他清你知呀、啊，哦，知呀、啊，啊，伊知呀、啊，他为了不让你擦枪走火，他才设了那么高的门槛嘛，又给你设定了这个嘛，你现在又设又改设计什么？公投审议委员会有无？哎呀、啊，你要导议题，又经过伊审议通过嘞，你当初咪大家也擦，啊，所以你爱你爱甲综合起来看，他真的要让你投吗？他不敢让你投啊。哦、因为怎么样？咱都要讲嘛，即、这个多在台湾地名 ，People on Taiwan 来对记者有两种成分的人嘛。哦，严格来，简单来分就是两种成分的人啊。一个叫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湾人嘛。啊，另外一个是谁？住在台湾的台湾人，他不是第二，就是流亡政府的流亡的中国人嘛。啊，两个男人做伙套，我都做伙投票，干我懂？这两个是利益冲突的群体哦。我讲利益冲突，你要清楚我这用语哦。咱是不是大日本帝国红战败的一方？我们是不是被征服者？中华民国它是不是同盟国？它在二次世界大战时阵，伊是不是跟美国是同款同盟国？好，伊是正赢正输，伊是正赢呢？啊，因正赢，啊咱正输呢？啊，咱两个利益有同款无？咱是被占领者啊！啊，伊阵营是啥物人？伊是占领者啊！啊，他占领者怎么会跑到我这边被占领者的身份上来？错乱嘛，对不对？错乱啊！你要看，你要去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公约内底有讲到，被军事占领内底的人民，他叫做被保护的人民啊，他是要受这个征服者来保护啊，啊。怎么可能征服者会变成被保护的人民？你个想，按着逻辑就袂通嘛，不可能会通。这个身份是无得兑换的，爱了解吧？哦，这身份是无得兑换的啊、哦，所以，哎。嗯。啊，这就是中华民国给你教的土匪行为啊！哎呀，我要跟大家讲的哈，所以讲，咱来接受训，咱来伫迄个法律的迄个概念内底去解说代志，你。啊，你若要离开法律的这个道理哈，去做解释哈，你就会错乱。就咱拄则讲的，小拍我就是要甲你拍赢，我就是要侵占你的物件。啊，这是什么行为啊？这土匪啊，这是盗匪的行为啊！国家干嘛变成盗匪？不会嘛，国家不能成为盗匪啊！一旦成为盗匪，迄全世界就不断一直在战争，不断在拍来拍去啊，拍到最后就敢那。正常必须得讲的啊！啊，上赢的人客气嘛！啊，全世界剩一国，叫什么国？美国啊！啊，敢有可能安尼？无可能啊！吼、哦，无可能安尼嘛！哦，来，哦，啊，中华民国伊的宪法修正案来对伊的前言啊，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所以中华民国他知道他在台湾他是占领者。占领不依准主权，对不对？但是伊流亡嘛，爱流亡，伊要结束他的流亡身份。
捌想过这个问题吧？对，没错，回去中国就可以结束他的流亡身份，因为他没有办法就地合法嘛，对不对？所以他只有回去中国，他才能够恢复他真正的身份嘛。所以这条是怎样的下，安怎道理啊？哈，为了国家统一前的需要，所以中华民国在台湾内底，他自始至终绝对不会改变他要两岸统一或一中政策的这原则啦。哦，啊，目的是为什么？都在咱有同心讲啊，回去中国才能解决他流亡的身份呐。哦，安尼知影吼？啊，因为他留在这边，他不可能就地合法嘛。哦，这是全世界这国际法的道理啊。哦，哎。啊，无啊，啊，这修正力啊，这是要修正的前言啊，即马继续啊，即马还阁继续啊。无啦，已经早了修正通过啊啦，这是修正力的结果啦，哎、欸，这是修正的结果啦。我即马来甲你讲的是，在2005年6月10号已经修正完的，也结果是安尼，哦，哎、欸，好来。但是伊个前言，伊个前言就给你钉在遮啦。不管你内底安怎走安怎说啦，这个绝对袂改啦，哦，这个袂改啦，哦，哦，好来，所以咱拄只甲大家讲的迄几个公道有没有？不管是苏格兰政府，哦 ，Scottish government， 啊，加这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因两个公道，哦，还是讲这苏丹，哦，人民解放。运动的这组织，啊，甲苏丹政府，因两个共通点拢是安那？要离开的迄个，有甲伊的中央政府讲好无？有，拢有讲好，啊，有讲好去投都无问题，啊、哦，啊，你啊看这个克里米亚，有甲乌克兰讲好无？无，台湾要有独立意涵的入联共投，有没有跟他的主权者讲好？也没有跟他的占领者讲好嘛，对不对？哦、但是也不可能改变嘛，哦，过来啊，强力是台北，伊哪要独立嘞？伊安怎？伊会当直接独立吧？啊，袂使啊！啊，伊哪真正要独立，伊爱去做独立？金门妈祖嘛，啊，但金门妈祖伊敢有可能独立？无可能嘛！啊，中国安怎？中国一定反对嘛，一定要怕嘛，一定要用武力把它收回去啊，对不对？所以人讲中国不放弃武力哦，统一两岸。伊是要统一哪边？伊是要统一金门马祖哦，不是在统一台湾跟澎湖哦。啊、哦，台湾澎湖根本就不属于中国啊。哦，你啊，为了1895年遐开始安尼，这历史甲资料你啊看了，你就会非常清楚。伊咧讲的迄句话是咧讲对啊。啊、哦，来，啊，佫一个议题，啊，别是咪讲要公投入联，啊，你来看这联合国啊、哦，这个。啊，这等一下，这个影片放一下，来，好了，大家看一下，不合逻辑。陈水扁总统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明要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结果潘基文以联合国实行一个中国政策为由拒绝受理，不但在联合国网站上公布决定，星期一当潘基文的副发言人欧卡毕在联合国简报时也特别做了说明。Keeping with Resolution 2758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it could not be received and was thus returned by the UN Office of Legal Affairs.当场就有外国媒体表示联合国的做法不合逻辑。On the basis of that, Taiwan will never be allowed for the rest of human history to have other countries apply on its behalf for UN membership. It will be entirely up to the membership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decide on the membership of future membership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cide upon it if they can't respond to a request.由于台湾记者不能进入联合国采访 ，TBS 记者今天也以电话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联络。当记者提及陈水扁总统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无此权限退回台湾的申请时，秘书长办公室的回应是：秘书长有无此权限，这也是联合国会员国来决定。言下之意，台湾不是会员国，无权智慧。天月新闻范启斐综合报道。你有发现吗？阿扁啊，入联公投没通过嘛，对不对？然后一步来这个用申请加入联合国，哦，换嘛哈、哦，啊，你想，够可能？
不可能，直接就拍枪啊嘛，啊、哦，一上镜就拍枪啊。啊，谁那会向拍枪？咱来想这个问题。对，不是国家，对啊，不是国家。啊，伊用啊，但是伊用中华民国的，用中华民国的体制，啊，教台湾的名，要去申请联合国，安尼干袂通？安尼嘛袂通啊，哦。对对对，伊是流亡政府嘛，吼、哦！啊，所以你啊，啊，你来看迄个联合国的网站顶面，看伊这个，看伊这个要安怎加入联合国，吼、哦！啊，我建议你莫点中文的哦，你点中文的，你看袂到遮哦，啊，你看袂到讲要安怎加入联合国哦，无大你看袂到，啊、哦！啊，伊爱点英文版的，你才看会到，啊，咱从这放大大家看一下，伊这都讲着啊 ，How does the country？Become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啊，变阿拉一个，变阿拉一个国家，会当变作联合国的会员啊。伊伫遮，其实最简单的啦 ，States 啊 ，are admitted to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by deci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up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伊最简单嘞，伊个流程最简单嘞。第一个，你有发现无？伊家咧写 states 伫英语内底，伊个 country 甲 nation 是听多是无同款诶。啊、哦，一般伫英语诶表示内底 ，states 即个其实伊就是一个主权独立诶国家，伊也有主权诶啦。啊、哦，他有主权，也是要主权国家。那主权国家。会被承认为联合国的会员，是要根据安理会的推荐，啊，安理会给你推荐，那成功啊，你就让入去大会来底表决，啊，表决若通过，啊，你就马上成为联合国的会员，伊定数就是安尼尔，哦，啊，但是呢，伊只有讲着吼，啊，你要安那一个国家，要安那服一个国家，还是讲一个新的政府？你要怎取得联合国的承认？哦，伊内底嘛有写啊，啊，伊重点哦，伊甲你讲哦 ，The recognition of the new state or government is an act that only other states and governments may grant or withhold. It generally implies readiness to assume diplomatic relations. 伊甲你讲个作明个，你这个国家是不是主权国家？敢是我联合国甲你承认呢？不是，不是。伊讲，你要不要被人家承认是主权国家，或这个主权国家新的政府，你要被承认，要由其他的什么会员国来给你承认嘛？哦，啊，其他会员国拢是什么款形态的国家？主权独立的国家。哦，啊，意思是哪？你要成为被在国际上。你要被人家承认啊，你要红星金啊！你这個国家你本身就成为主权国家的条件，啊，但是你过来给人承认啊，你要红星金了，你才有机会来参加联合国啊！来，啊，伊过来，伊才有一挂定数，就是讲，第一，你家己先这个主权国家的要件，你要先成立嘛，成立了，你要给人承认。承认了，你爱安那去安理会，你爱上镜，上镜了，你去安理会，互人表决有通过啊，无通过啊、哦。先入去安理会，啊、安理会内底十五个会员国，啊，只要九个同意，只要九个同意，啊，但是这否决，迄、那个无同意内底哈，迄、哦那个常任理事国五个国家不投反对票的话，安尼，即、這个你的推荐。新的会员的推荐就会成功，啊，就会一堆给你上了一笔大会，啊，联合国大会来这给你表决，啊，只要三分之二多数给你表决通过，啊，你就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啊，一丁数的加那俩，其实听起来没有什么多大困难，但是阿扁为什么会被推荐？啊，阿扁他为什么会被推荐？对。连入门的门票都没有，你怎么入门？啊，你怎么入门？
啊，再来讲，他那个行为对不对？也不对，哦，他有那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实现出来行为，对于咱台湾来讲，安尼敢对？唔对哟，迄是唔对哟，诶，方法嘛唔对啊，哦，拢唔对啊，迄完全拢唔对啊，所以他被推荐是正常的，哦，不用，你也不用觉得很气馁啦，因为那个是走对路还是走错路？那是走错路啊，哦，那是走错路哦。好啊，所以给咱就来讲啊，你连入门的门票你都拿不到，啊，咱就来解析一下，为什么你连入门的门票都没有办法成立？第一个，不是国家也不独立哦，咱来分析一下。咱的留学生去外国哦，去到德国、法国，啊，结果新闻2014年的备份的新闻。咱的囡仔起诉我们没有国籍，德国、法国不承认台湾的国籍，然后网友起诉我们是失根的番薯啊！啊，咱来台湾民政府哦，受法律的训练了，咱台湾有国籍无？啊，即嘛啦，无嘛？啊，所以讲无国籍这件事情是不是现状？对啊，是现状啊！啊，你的举动是要哭吗？你的举动是要哭吗？哭能够解决你没有国籍这个事实吗？不法度，咱都要讲嘛。奥巴马讲改变嘛，改变要从谁做起？自己啊！你底下考高了改变，不法度改变。所以，那你已经认清台湾没有国籍嘛？哦，台湾人没有国籍啊！来。因为，啊，这啥人？鲍威尔嘛，他捌做过美国国务卿嘛。2004年，人家个是美国国务卿啊。伊伫2004年的10月25日去访问北京的时阵，凤凰卫视的新闻记者问鲍威尔，伊问讲哦，2004年谁在执政？阿扁对不对？哦，那阿扁是不是要把台湾弄成主权独立国家的形态嘛？他是不是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啊，新闻记者就鲍威尔去一个北京访问的时阵啊，都改问啊，问讲啊，最近啊，台湾的当局好的领导人一直在强调，那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啊，因为他有其他的20几个国家承认他是主权国家，所以伊就唔免阁寻求独立啊！他已经是俨然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形态。啊，伊就问鲍威尔讲：啊，针对美国啊，针对台湾的陈水扁诶，这个当局以这种举动，你美国有啥物看法？伊就讲安尼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只有一个中国。啊，请问一下，这个中国在哪里？在中国大陆啊。是不是在台湾？不是，啊、哦，阿扁把中华民国当台湾嘛，啊，这样对不对？这就不对了啊！哦、那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 台湾不是独立的，啊、哦，台湾不是独立的，啊，这句话你别让他改水。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 你别让他改水。2004年了、哦，鲍威尔讲的啊，啊，你今麦来台湾民进党受训有。有读过一寡代一寡资料，即句话你变哪解释？对啊，咱知嘛？咱是，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被占领的嘛，对不对？啊，我们被占领的，我们的主权被谁握住了？美国，我们被美国握住了我们的主权嘛，定掉了呀。啊，你用定掉的状态，你是不是独立的？不是啊，哦，你就不是独立的啊。那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而且台湾本身有没有想作为一个国家享有主权？有没有？他连享有都没有，连享有都没有。啊，意思啊，台湾人的主权在什么人？台湾的主权在什么人的心上？不是，日本天皇。啊，台湾的主权目前即马去要上地条诶，美国，
欸，所以这两句话里面就跟你讲得很清楚的嘛。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哦，它是给人定调的占领的状态，所以它不会是独立的。然后他又说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你作为一个 nation， 你有没有享有主权？没有。他说 nation 哦，不是 state 哦， nation 还不到那个独立主权独立国家那个程度哦，哦，它只是 nation 而已啊。所以以这两句话呢，这两句话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呢，但是近你若2004年，你看这两句话，你敢看得出来内底技巧？看不出来啊。啊，但是咱来台湾民政府受训了，那有这法律的概念啊，哦，你就会发现，哎，他讲这两句话，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受训的这些概念哦，啊，哦，底下。然后一个讲啊，啊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our firm policy， 这都是美国的政策啦，而且是他们坚定的政策，会改变不？没改变，美国没改变，哎，他不会改变这个政策，啊，他不会改变这个政策，啊，所以一句这三句这几句话里面，就很简单的道出了台湾的现状，有没有？不会吧？啊，哎，怎样哈？哎，啊，这个是专访的内容，我都讲已经有解释了哈。过来，都讲包围来对，一起没跟你讲，台湾作为一个 nation， 他不想有 sovereignty 啊。阿丽亚去看嘛，一个国家还有 sovereignty， 这个概念来对，叫做 state government， state sovereignty 啊，就是国家主权呐，啊。State sovereignty， 要有这几个成分才能够构成这个状况啊。第一，要有领土；第二，要有人民；第三，要有 authority， 伊这个政府要有 authority； 第四，伊这个政府有权威的政府，哦，要可以在外国被怎样，在对外怎么样，可以被人家承认啊。啊，你甲想嘛？中华民国在台湾，伊敢有法度变做台湾？无法度嘛？伊有台湾的领土无？无啊！啊，这点就拍清啊！啊，下底就免讲啊！哦，啊，来，啊，那台湾人嘞？台湾人有没有在台湾这块领土土地上面？啊，但是这个土地是不是台湾人的？不是，不是啊，是天皇的啊。虽然在这个台湾上面有人口，住着台湾人，但是这个土地上面够多少什么人？够多少流亡的中国人啊？你在没有把它分辨清楚的时候，你还没给它分辨清楚的时候，你跟他说要南南做几回，然后要像阿扁这样说，欸，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啊，你敢会通？没通，对啊。啊，再来，就算说这两个别看 authority，台湾现在的 governing authority，哦，governing authority 这个名称敢是一个政府？不是哦，根据台湾关系法，这不是政府哦，它只是一个 authority 而已， governing authority 是一个管理当局而已嘛。那管理当局不是政府啊。那虽然它在台湾有管辖的权威，但是它对外有没有被承认过？没有啊。哦，啊，所以你就知道巴威尔在说是什么意思啊。哦，所以你如果分析这几个要素里面，套在台湾，或者说套在中华民国的身上，在台湾的身上，敢都会通？完全都不通，哦，都不通，因为它都有问题，哦，也都有问题，好吧？啊，但是常常咱过去因为去投票的关系，因政治人物拢给咱一个概念，跟他讲啊，这就是人民主权的行使啦，哦，这就是投票啊，民主就是一个民主，就是一个人民主权的显现啦。啊，但是你有甲想一下无？你到底咧讲的人民主权是啥物意思？迄，那个概念是啥物？有捌思考过这个问题无？啊，伊个人民主权其实一种原则尔啦。迄，那个原则是讲吼，The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is created and sustained by the consent of its people. 意思讲，这个政府啊，啊，伊是根据人民的同意啊，
哦，经过人民的同意，该成立了后哈，该成立了后，搁甲维持下去。啊，因为啊，然后这个政府伊的权威是安尼来的，哦，啊，伊是透过人民选代表，哦，透过人民选代表组成政府，啊，赋予他权威，啊，伊来甲咱管，哦，这个人民主权，这就是咱讲主权在民的关键，就是安尼啦。哦，那我再把它讲简化一点，就意思讲，咱是不是人民？哦，我们是一般平民百姓嘛，哦，咱是人民，啊，咱去投票，选一个代表，啊，这个代表去来组成一个政府，啊，这个政府因为咱投票给伊，咱同意给伊的嘛，所以伊形成一个政府，啊，这个政府伊就有一个权威，伊就让来甲你管，哦，伊就让来甲你管，啊这个伊甲你管的权利来自于谁？我们嘛，哈，也给你管的权利来自于我们嘛。啊，伊若给你管了不好，你个人透过投票的行为，改安怎换落来嘛？哦，改换落来嘛？哦，所以讲是换迄个执政的人而已嘛。就是那个你这个在当权者，你做的不好，我用投票的行为给你换落来嘛。啊，这个情况嘛，这个原则就叫做人民主权，嘛是叫做一般叫做主权在民。那他有没有办法去改变国家主权？无、哦，无改变啊！哦，所以讲你知影，因这政治人物咧，甲你讲诶，主权在民。都在前面讲，政府的权威来自于人民的同意，然后选出代表啊、哦，所以这个权威就在这里啊，这里在执行主权在民啊。啊，国家主权要有这个四个要素啊，所以讲你伫只国看阿拉伯伫中华民国内底，佮你佮看阿拉伯选举，你敢有法度佮改变这三项？无法度啦！哦，安尼有清楚吧？哦，安尼清楚啊！吼、哦，迄就无法度啦，因为你即几个无解决，你敢要伫只舞袂出来，吼、哦，舞袂出来，吼、哦，对啦，娘，所以咱在讲嘛。为什么咱来申请到民政府的身份证？为什么？因为你爱跟流亡的中国人要区分啊！哦，因为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敢袂使代表你本土台湾人？袂使嘛！啊，但是你身躯上，你有摕到什么人的身份证？中华民国的啊！啊，你法度该做区分无？无啊！这是。法律上你无落该做区分啊，啊！你法律上你边啊该做区分，你都要申请啥物？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嘛，你才能够跟他做一个区分啊。因为一是战争来对，美日战争来对，引起啥物新闻？无啦，中华民国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他们是战胜者啊，啊，我们是谁？我们战败者啊。啊，我们战败者怎么会变成战胜者的人民？错误嘛！而且，你国际法来对，你国际法的战争法来对，你战胜者你不能集体规划战败者的国籍啊！这是战犯行为啊！还怎样啊？这是战犯行为啊！所以1946年的1月12号，中华民国把咱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民，这个乃至有没有违法？有违法、啊，确实是违法啊！你去看那个战争法里面一直讲那些啊，你占领者你不可以集体规划被战败者啊，征服者也国籍啊，哦也袂使一个啊，好，来，啊你来看，英国1966年，英伫联合国大会时阵啊，因的代表，因的发表演说，伊内容怎来讲，在台湾的问题的讨论中，已经提出许多观点，如众所周知。最重要的是，台湾的领土主权还没有决定。因此，我们的看法是：谁能在联合国代表台湾的问题，没有结论。你想嘛？1966年，英国的代表都已经知影台湾的地位是安尼啊。那一直到2000多年的时阵，阿扁执政，伊要去申请加入联合国，敢会过？没过啦，为什么？这重要哎，底下台湾的领土主权没有决定，这哦，
这有问题啊，你整个都有问题啊。那因为那个有问题，你会不会成为一个？两个我主要讲了嘛，加入联合国的门票你敢有摕到？你就摕袂到啊！你连那个主权国家的身份，你家己都唔是啊！哦，所以这个没有决定嘛。因为那我们是为什么没有决定？我们为什么没有决定？因为我们怎么样？1966年，我们怎么样？我们还在被占领中啦！哦，我们还在被占领中啦！哦，当然我跟你讲，现在我们会被继续占领中。你也跟我讲几款？哎呀，今嘛嘛不看了美军啊，其他路也无美军，无路路蛇啊！啊，你说我们被占领啊？我觉得你感觉讲，哎，你怪怪哦，跟他搭不上哦。你讲搭不上，当然我讲解你听。哦，因为那个领导权去啊美占领者美国拿掉嘞，哎啊，因此我们能看看我是谁能够在联合国代表台湾的问题，懂点吗？占领者可不可以代表我们？中华民国能代表咱无？袂使啊！迄当1966年有代表台湾人的政府无？无嘛？反过来问有没有？没有啊！中华民国不能代表我们台湾人嘛？那在这1966年的时候，有人代表咱台湾人无？我嘛无啊！哦，啊，所以问题有没有结论？显然不会有结论嘛！哦，啊，所以英国的代表，因对国际有清楚无？因对台湾的看法有清楚无？非常清楚。哦、非常清楚，所以咱从这资料给大家看一下哈。是啊，我都有讲到，是啊，讲咱即马还阁是美国的军事占领中。你真正去啊，等于看《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伊第四条，伊前面写着美国军事政府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第三条的领土范围里面，伊说对日本人，还是讲对日本，诶，这个财产的处分。日本都要承认它有效，啊，迄当阵，迄个阵是下节美国军事政府，啊，伊个咩 ？USMG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啊，伊个伫个遮，所以你对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你得发现讲，有没有就是美国军事政府的存在？有美国军事政府的存在哦，啊，军事政府的存在。会不会因为和平条约签完之后，军事政府就不见了？不会嘛？哎、欸，阿你拢知呢哈？啊，哎、哦，什么时阵来结束？第二，爱美国总统宣布啊、哦，结束占领台湾，才那个美国军事政府才会结束嘛。啊，请问一下，你敢有看像过所有的资料里底，你敢有看过美国总统？曾经宣布过美国结束在台湾的军事占领，没有啊，所以军事占领有没有继续当中？有。只要伊若去甲人拍，只要是战争，伊只要是战争，啊战争伊入去共占领，啊他就军事政府就开始运作啊，哎、欸、就启动了啊，哦，咱迄个座谈会内底。那有台南机会中心有跟我座谈过，我想说跟我座谈的内容分享给其他的中心作为了解。我昨天有讲就是嘞，咱这个中心有人问讲，哎，美国军事政府是不是刚针对咱台湾？不是，哦，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美国的德州，较早敢是美国的领土？不是，哦，哎，美国德州较早是对人的土地。墨西哥是墨西哥的 colony 啊，哦，也一个殖民地。啊，结果德州因为墨西哥迄当阵的总统改了因的制度，怎变做独裁？啊，怎德州哈，怎讲伊要离开墨西哥，啊，家己独立起来，家己独立了后，哦，独立了后，啊，美国甲这边，美国甲德州因就开始讲完了后，怎德州怎加入那個美国？啊，墨西哥就不承认嘛，伊讲迄一个是伊领土，你袂使安尼做，啊，两个就开始有争执啊，啊，最后就因为这个原因，就开始两国战争嘛。啊，战争了后，你想美国一个优势嘛，对不对？美国怎去拍入去墨西哥，然后
墨西哥的一个领土，墨西哥的一个港口啦，哦，啊，港口佮占了，啊，迄个佫是墨西哥的土地哦，哦，啊，结果美国的商人哦，转为迄个港口叫做 Tampico 这个城市，转进口伊的，转为只进口物件去美国，啊，进口了，美国海关转改课征进口税，啊，迄个商人伊的。伊就感觉讲，嗯，那对，啊，坦皮克都插美国旗啊，哦，啊个美国的军事政府嘛底下，啊，现在你甲扣那个进口税，啊，那进口税是针对外国在咧课征的嘛，啊你，啊都已经美国都已经在那里了，已经插美国国旗了，那应该是国内嘛，啊，所以伊就不服啊，伊就去告美国政府啊，告美国政府讲，你也甲退税。哦，水利来给他贴了灯来，啊，啊，这个各一直各个美国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尾啊判决，哦，伊就判决，伊判决本是安尼写的啊，伊讲，美国伫坦皮克这都这个城市内底，伊是军事占领，但是军事占领本身无移转主权，所以坦皮克是不是美国的国内？不是。扣你进口税应不应该？应该啊！啊，所以那个商人胜诉还是败诉？败诉嘛！啊，所以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啊，对哦，伊讲虽然美国军事占领插美国旗，但是迄块土地敢是美国的？唔是，迄个是外国的领土，伊只是该占领尔。所以虽然是占领，但是他对美国来讲还是视为国内啊，国外？国外啊，对不对？哦，所以必须得讲，占领不移转主权，有没有适用台湾？适用啊，因为台湾就是日本嘛，日本台湾嘛，哦，啊，咱是跟美国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嘛，啊，咱是不是输？我们是不是被占领？占领有没有移转主权？所以讲，定一针，必须得讲，有人要去申请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州，够可能？无可能嘛。美墨战争伫1860几年，迄当时，叫一百多年前个代志啊，一百多年前个代志，美国都安尼做啊。啊，你想到迄种法律的概念，敢会改变？未改变。啊，另外个一个，伊是不是美墨战争战争了，是不是尾仔会签一个和平条约？啊，和平条约签了了啊，墨西哥怎啊挂足侪土地予美国啊？包括新墨西哥州啦，德州承认啦。啊，啊个加利福尼亚州啦，啊个加利福尼亚边啊，这边内华达啦，好像一做一做土地拢在挂好美国去的，啊个挂好美国去了后，在加州这边有一个 Upper 一个 California，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所在，一个是军事，一个是军事政府，一个咧进行啦，注意哦，签和平条约了哦，但是迄、那个。美国迄、那个加利福尼亚，上加利福尼亚，还有军事政府，美国军事政府还在那里啊。啊，结果赶快啦，一个商人转为旧金山港，啊，进口物件入去伊个美国国内，结果美国海关改扣啥物税？进口税，赶快改扣进口税。这个厂商伊就唔甘愿啦，嗯，啊，和平条约都签了啊。啊！你别太才个给他扣进口税，哦，和平条约签了，啊，军事政府就结束啊，啊，你军事政府来结束，啊，就是国内啊嘛，因为你嘛是已经割让给咱了嘛，哦，啊，然后伊就去告讲，你爱给他退税，你税爱还我，啊，个赶快割，嘛是割干，美国的最高法院，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安尼是啥哈？虽然已经是签美国跟墨西哥的和平条约啊，但是。迄、那个上加利福尼亚，迄、那个所在，美国军事政府还继续在运作。美国军事政府不会因为签了和平条约，或者是停战，或者说美墨中战了，那中战就是停止这个战争状态了，那军事政府就会自然消失，不会。所以，就是只要军事政府仍然继续存在，那你就要你就是爱继续，你嘛是爱赶快进口税，你嘛是爱缴。啊、哦，所以军事政府会不会因为签了和平条约，还是讲已经终止战争啊，还是讲两方结束这个
结束敌对状态，啊，军事政府就会消失？不会，这美国跟墨西哥的战争就是这种案例，各个最高法院。所以你回头你来看台湾，和平条约有签无？美日有无？旧金山和平条约有签无？有啊，美国是不是跟日本结束战争状态？哎呀，啊，战啊，军事政府，军事政府有自然消失无？无啊，啊，迄个拄则讲的迄个判决内底，我干嘛讲啊？军事政府是因为这个最高统帅的指令所成立的啦，他的消失也会要根据最高统帅的指令，他才会消失嘛。那在迄个签迄个美国跟墨西哥的和平条约，迄个时阵，哦，以后，美国总统并无宣布上加利福尼亚的军事政府结束，伊并无宣布，所以军事政府仍然继续存在，他不会因为签了和平条约，然后自动消失，美自动消失。所以我都在咧讲诶，咱是搁持续军事政府占领中，嘛是根据美国这个判例来的，所甲你讲诶道理。所以虽然美国跟日本有签旧金山和平条约，但是军事政府，美国总统只要没有宣布结束在台湾的军事政府的运作，那美国军事政府就会怎么样？继续存在。只要继续存在，在法律上，咱台湾就是安那，因就是还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当中。而我们为什么会称为民政府？因为只要你美国来打台湾，美国来打日本了后，你先离开家，你先离开去的伊拉克，你先离开去伊拉克。美国跟伊拉克有没有打仗？有，那个时候是不是海山政权，对不对？那海山政权一个 end 了，啊，是不是军事政府的立比啊？啊，军事政府立比了，有一个最重点的，在国际法内底、战争法内底，军事政府会使直接入去管理恁的、恁这个所在，你这个外国人的民事事务啊，未使，伊嘛未使改变，全部把你的法令全部把你改掉，未使。哦，啊，所以讲，伫遮你着阁看会出来，中华民国来了后，伫咱遮全部把咱的法令现有的日本法令全部把你改掉，安尼敢对？唔对，这也是战争，这是战犯行为。哦，啊，美国因为伊去占伊拉克，伊无改，伊袂当将伊拉克的这个法令全部改改过嘛，伊要成立因的民属政府，好，民属政府就是讲唔是军人了，对啦。对，伊家己先进民主政府，哎，啊，家己先管家己，啊，稳定了，哦，伊拉克才稳定啊，啊，美国就会渐渐的跟民政府来谈，哦，你要怎么设计你的组织，你要怎么设计你的制度，才能够符合我占领者的，什么利益嘛，对不对？战争目的就是安尼啊，哦，要符合我占领者的利益嘛，啊，你全部拢用好啊，好，这个稳定啊，然后他是不是开始叫那个伊拉克？修改宪法，甲日本修改宪法意思同款咯。修改宪法，啊，成立开始定选举，选国会议员，选伊拉克的总统。啊，尾啊，即个组织拢 OK 健全啊。美国是毋是怎将政权还予伊拉克？啊，尾啊，是毋是美国总统宣布自伊拉克撤军，结束军事占领？啊，伊拉克因为军事占领结束，他的主权就恢复了。啊。你反头回来看咱日本、台湾，咱今麦还是军事政府管，一个占领当中嘛。那我们美国会不会直接管你们？不会啊！哎，谁要管理你们？对啊，那你们自己要成立民事政府啊。所以民事政府是安尼成立的啊。啊，成立了后，啊，咱家己管家己，啊，管到一个程度，哎，拢稳定啊，哦，拢稳定啊。那美国就会主。就看你们稳定了，美国就会逐渐把政权啊，就会把这个主权用共用协商方式，看要怎么还，然后再还给你们啊。这整个过程都是一样。你要看伊拉克，还到了，当然看台湾啊。所以讲，咱今麦就是底下咧成立民政府，准备要自己管理自己啊，把这个局势稳定下来的那个阶段。
好、哦，怎样哈？好、哦，了解哈、哦。好，来，所以拄在这个 UN 的议题下呢，入联的关键也是在主权独立国家，台湾是不是？不是，中华民国是不是？也不是，也是流亡政府。ROC 也当代表的是什么人？在台湾流亡的中国人嘛，伊敢当代表你？袂使啊，因为你是本土台湾人嘛，吼、哦。啊，所以讲，啊，台湾人有互人承认的政府会使代表无？无啊，伫阿扁迄个时阵敢有？无啊，嘛无啊。哦，所以讲有独立下来入联公投，美国会反对无？会反对，因为伊是占领者，伊爱把迄个状况爱稳定好，伊袂使，伊袂使改变我们的主权状况嘛，对不对？啊、哦，所以这独立的是拢伫遮，所以为什么反对？理由已经清楚了嘛？啊、哦，好，过来。无法度入联公投，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ROC 不等于台湾，而且 ROC 也不拥有台湾。啊、哦，你要看这个新闻哈，迄、哦、就是迄个国台办进前是不是赖清德市长去访问中国？啊，伫中国伊发表讲，台湾的未来要由台湾的2300万的人来决定嘛，对不对？啊，刷来去因的国台办就来发表一个记者会，啊就。我就讲话啦哈，哎，就讲哦，在任何涉及中国领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啊、哦，你讲错哈？啊，错在哪里？哎、欸，有人讲没有错哦。哎、欸，他讲这句话没有错哦。啊，即使你发现你觉得不爽的地方是在这里啊？对，没错，哎，在台湾的中国人，不赶快，哎，来你看哦，中国的主权跟领土的完整问题，跟谁有关？跟中国人民有关嘛？啊，跟台湾人有没有关？没有关啊！啊，所以台湾同胞他讲的是谁？在台湾的流亡的中国人嘛，他们还是他中国人啊。哦，所以他讲这句话有没有侵犯台湾？没有啦。啊，你是在讲中国的代志啊？啊，请问一下，中国的主权跟领土完整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第二，在金门马祖，是不是台湾？不是啊、哦，不是。哦，你金门哪个人想讲？台湾跟中国有关的，安尼你可能还阁重新再看一下资料吼，系啊。啊，但是呢，咱的新闻记者，伊就开始生话啊，生这种话啊。伊讲哦，伊讲迄句话吼，吼足残忍的啦。伊竟然甲咱讲哦，台湾的前途由中国来决定啦。这样子，拄只迄个内底讲话咧，有这种意思？无啊，无这种意思啊。但是媒体就生这话啊。啊，要马英九去回应啊！啊，马英九他也中央政府他就回应了，一样的讲哈，政府一向坚持，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由台湾2300万的人民来共同决定台湾的未来。你要想看嘛嘞啊？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会不会讲这句话哈？美国政府一向坚持，在美国政府的宪法架构下。由加利福尼亚州的人民决定加利福尼亚的未来，不可能嘛？为什么？因为加利福尼亚是哪？是伊个嘛？已经决定啊，已经确定啊，会不会再讲这句话？不会嘛？所以他会讲这句话，意思是怎么样？他有没有拥有台湾？没有嘛？他没有拥有台湾。如果他拥有，他干嘛这样讲？啊，就我的啊，伊就直接讲啊，啊，迄就我的啊，免阁决定啊，对不对？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很显然，这个不是他的啊，啊、哦，啊，所以他是一个，他是什么身份？流亡政府，但是他是怎样代理美国，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哦、啊，那得爱给你，伊的新闻是战胜者迄方的啦。哦，战胜者希望就是占领啦，伊就是对咱就是占领啦，哦，所以占领，所以因为伊是占领，
这个土地根本是伊的，唔是啊，所以他才会这样讲嘛。哦，在他们的架构下，那台湾的将来由台湾人去决定嘛，对不对？啊，伊安尼讲，伊安尼讲，啊，听有迄个美感啊，吼，哎，啊，怎美感？那个数字你先给跳过，重点要在这里。中华民国要让台湾自己去决定它的未来，重点你要放在这里。啊，因为他人民他就都全部都给你用作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他敢会台湾给你看得很清楚？没啦，他没给你讲那么明啦。但是这句话的重点，你不要被这个2300万人误导了。这句话的重点是中华民国要不会没有用的台湾，所以中华民国要让台湾自己去决定它的未来啊、哦！重点是伫咧遮，所以讲，因为伊迄种咧讲话也没讲，有当时你爱去仔细去甲分析一下啊，你就知影。啊，所以爱有法律的概念，你就知影讲伊咧讲啥物啊，好吧？而且中华民国宪法，伊讲啊。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经国民大会决议，不得变更之。我甲大家请教一下，中华民国敢有开过国民大会，将台湾甲澎湖并入中华民国的领土？无啊！啊，他伊常常爱讲台湾甲澎湖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伊的根据是啥物？啊？唔是。不是，我听过开罗宣言吧？我听过开罗宣言吧？开罗宣言是不是讲日本窃置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要归还给中华民国？那是开罗宣言下的。啊，蒋介石就拿着开罗宣言，安尼来讲啊，啊，所以因中华民国就一脉相承。用开罗宣言来讲，台湾已经变作中国的啊！还怎样哈？啊，你怎样哈？是吧？当然，开罗宣言黑的保安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但是那个都叫必须都是没有讲宣言跟条约哪一个位阶比较高？条约嘛，条约就是已经挂了嘛。啊，宣言就是两个你讲的代志尔嘛。啊！你讲的代志，讲我都改变这个领土主权，无法度嘛。迄就敢若讲啊，你的车袂好啊，哦，你的车袂话，啊，我就咧讲个尔嘛，哎呀，啊，讲讲的讲，啊，好啦好啦，迄台车好你啦，哎呀，啊，你的这个时阵，迄台车干么话？唔是啊，车是咪啊可以过户，啊去登记，哎呀，啊过户登记，这就是法律呀。啊，咱两个咧讲的是啥啦？是宣言嘛，哎呀、啊，哦，重点是这样，不，宣言是一种意象，那是咱两个意思，但咱两个意思最后爱挂，挂来挂的对，爱挂在条约内底，哦，爱挂在条约内底。不然，你用安尼理解嘛是会使啦，但是，唔是讲本方啦，还是讲。咱两个的意思，咱两个意思啦，哎呀、啊，哦，还是两个意思。哎、欸，但是你要在国际上，来稍等下啊，对，在国际上啊，来，哎，稍停一下，在国际上哈、啊，在国际上，每一个主权的变动啊，拢要根据国际法啦，嘛要透过条约。你签署双方甘愿，安尼才有法度领土主权才当变来变去啊，无法度干啦，咱两个讲的，哦，迄条变我的，无安尼啦，哦，无安尼啦。啊，对啦，迄嘛是一个方法啊，对。对啦，迄是因的意向啦，迄是意向，嘿。一点刚恁哪有专训的时阵，我直接课嘛，直接刚开了宣言的哈。好，啊，重点我今仔日讲一个，中华民国有没有开过国民大会，把台湾澎湖并入中华民国领土？没有，从来没有。所以底下你也看得出来，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的？不是啊，显然就不是啊。啊，因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在1936年提出的时阵，你怎么看？他们的固有疆域有没有台湾跟澎湖？也没有啊。但是有没有福建？啊，金门马祖属于哪一省？啊，所以金门马祖是谁的固有疆域？对，是中华，是中国的固有疆域，你在行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好、哦，而、哦、且、啊、很显然也没有嘛，是吧？对啊，这1936年，这1935年，史政40年，台湾博览会啊、哦，这个所在就是台北公会堂。史政40年，1895年加40年，都要1935年。1935年的时候，日本总督啊、哦，啊，这个台湾总督底下台湾办一个叫做台湾博览会啊、哦，向世界各国展示日本接管台湾之后，在台湾的建设进步的状况，和全世界人去看，系啊。你看，1935年，对面插什么旗啊？日本旗啊，哦，啊，1937年皇民化啊，对不对？你看，1936年，还是1935年，啊，对，1935年台湾底下面人诶，你要偷来对？日本啊，日本天皇的你要偷来对啊？啊，因为宪法在1936年提出啊，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它里面？不可能嘛！所以台湾对于中华民国来讲，在是国内还是国外？是外国啊，对不对？是国外的啊，是外国啊。那既然是外国，那中华民国要变更它的领土，要把外国领土并入中华民国，是不是要经过国民大会决议？有没有？有没有经过决议把台湾澎湖并入中华民国？没有啊，所以说在这那不用用别人的来解释，只要用他的法律你就知道了、哦、你就知道台湾澎湖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哦、绝对不是、哦、绝对不是、哦、来好，再赶快那个史政40年台湾博览会 的一些现况、哦、好吧，过来我们刚才是不是说中华民国的宪法，咱即马来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啊，甲中日合约，这两个合约伫1952年的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了。啊，1952年的4月28日，同时，日本甲这个中华民国签一个台北合约，啊，签一个台北合约，啊，签完这个台北合约了后，因为中华民国的代表就是他的外交部长叫做叶公超，啊，他们签了一般条约，国际条约签了是不是要回来国会批准嘛，对不对？要生效嘛，批准生效嘛，所以他就入去他的立法院，啊，就在那就来他的立法院就叫他解释一下，解释一下说啊，这个台北合约啊，跟旧金山和平条约，所以你解释一下，结果他这样说，旧金山和平条约并不规定总价的岛屿就是台湾澎湖归还给中国，所以开罗宣言最后有没有要给中国台湾澎湖要给中国这件事有没有实现？啊，没有实现就没了嘛，对不对？就没了啊，哦，就没了啊，啊，所以就是和平条约没有把这个岛屿归还给中国。啊，立法委员说干嘛啊？啊，不然你干嘛？你会解释一下台湾跟澎湖群岛的地位是什么？啊，他的叶公超有说啊，事实上，注意听哦。事实上，这两个地方我们控制。伊无讲，事实上这两个是我们的。有安尼讲无？无，由我们控制。但是微妙的国际情势使得它不属于我们。有没有属于中华民国？没有啊，因为国交部部长签署的这签署发表的人安尼讲的啊，不属于他们啊。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没有权利把台湾澎湖移转给我们，什么意思？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放弃台湾的什么 right、title、claim， 对不对？这三种物件拢是权利，不过伊拢是权利，啊，伊将权利拢放忘掉啊，啊，伊有法度搁移转无？嘛无法度啊，哦，啊，就算日本有意，伊嘛袂当接受，台湾民国当接受无？嘛袂使。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里底，哦，甲中国因为战争所会当爱的好处，拢写完啦，哦，伊袂当佫伊袂当佫爱啊，哦，是安尼啊。啊，中日合约，伊本身家己嘛是写啊，他只是
确认一下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是放弃台湾的 right title 和 claim， 啊，确认一次而已，马不将台湾配哦，透过中日合约，搁搞台湾配哦，上好中华民国嘛，所以伊咧回答的时阵，再甲你讲啊，他不属于我们，日本就算讲要上岸，咱嘛无在了吞啊，哦，意思就是安尼，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旧金山和平条约，从中华民国宪法，你都有当看得出来，台湾有没有在战后属于中华民国？没有，都没有。哦，这点你一定要确认，哦，一定要确认。过来，咱讲一下 Chinese Taipei， 这名词常听到吧？新闻常听到啊，尤其是咧比赛的时阵，哇，啊，因为比赛人常常看到啊。这丁宁所举办的亚运，一对亚举办的韩国仁川嘛，啊，你看这对什么队？你看国旗 ，India， 印度，对不对？哦，啊，你看这对什么队 ？Indonesia， 印尼，对不对？啊，哦，印尼嘛，对不对？啊，哦，啊，这对诶，你搁看名无啥共款啦哦，这个旗啊 ，Macau， 豆点 ，China， 这什么所在？澳门，中国澳门，中国澳门，一日看也是撇一撇咯，哦，所以一件艺术啦，这是第一地区啊，伊拥有它，它是它的一部分，哦，所以是安尼用，哦，澳门一点 China， 啊，这对嘞，香港 ，Hong Kong 一点 China， 有没有？哦，所以。中国和香港，啊，这个是它是它的一部分嘛，啊，所以他们是这样写的，啊，也在派能也让丁也让派三，中国也让丁也让派三队啦，啊，啊，这队嘞，你敢读得出来叫叫做台湾？你敢读得出来？读不出来啊 ，Chinese Taipei， 你怎么拼也拼不出台湾嘛，对不对？哎呀，啊，你知道，如果如马英九讲的，台湾已经是中华民国得了，那他的写法不是应该要跟这个一样吗？台湾 China 嘛，啊，但是显然不是啊，啊，这一队是哪一队？台湾队吗？是吗？这队跟台湾队，我都叫共鬼啊。中华民国够能代表台湾人，无嘛？啊，所以讲伊派这队是什么代表？流亡中华民国的流亡中国人 的代表队呀，啊。嘛，袂使讲啦，啊，人因都，迄时咱无清楚去加入伊啊，哎呀，啊，人因是派因的中国人的代表，伫流亡的中国人伫台北的队出嚟的啊。哦，这道理是安尼啊，哦，是咱要加入伊啊，才会变成讲。哦，在变成你主要讲迄个什么挂羊头卖狗肉啊？哦，啊，其实当然本来就是 Chinese Taipei 嘛。那主头到尾地方来，伊的名姓就叫做 Chinese Taipei 啊。是咱无清楚，咱去跳入去伊内底，啊，去改去帮因比赛，哎，比赛了，佮帮因夹因的旗啊，啊，底下绕场，哎呀，啊，结果啊，真正查，嗯，啊，这个都本土台湾人啊，啊，对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很奇怪啊。啊，哦，啊，就是咱错乱的所在，啊，所以咱就是来遮，就是要把咱错乱的迄个想法，我甲一个整理好势，好，哦，甲整理好势。所以唯一这个名称，你就可以很显然看到，台湾有没有属于中华民国？根本不是嘛，对不对？啊，就啊，因为是流亡政府嘛，伊流亡政府伊机机啊，无都用啊啦。啊，伊个其他无用，迄是伊个身份的问题。啊，咱即摆咧讲的是讲台湾人甲中华民国这个关系。啊，哎，伊对外要用啥物旗，迄因兜的代志，迄因兜的代志，甲咱无啥物关系。啊，伊会当举中国旗，伊个车辆旗处理，还是袂当举迄个车辆旗处理，甲咱有关系无？无关系啊，咱是被占领者啊，对不对？咱是正牌被占领者啊，咱来用咱家己的代表的政府啊，啊，连讲。那咱会使派咱的代表，咱的台湾人的代表出去参加比赛，咱敢袂惊这个旗啊？
卖嘛，那一定卖给这个机啊，因为这个机是上人用诶，流亡中国人在用的嘛，哎呀，流亡中国人在用的啊，哦，啊你来看，因都只片头是咪讲，啊因为 PRC 的打压，所以对外敢让用这个强力支台北的名称，对不对？做侪人是咪拢这种想法？那讲就讲，不要用正确名称，拢是哎拢哎拢阿强阿嗨啦，对不对？是咪拢爱讲？啊，你事实上咧，这个比赛，去年七月，去年的十一月，在台湾办一个21位世界杯棒球赛，啊、哦，第一届嘛哈。江宏杰，伊伫虾米所在举办？台中。哎、欸，阿、啊、奇怪，阿他也变强力士台北。哎、啊，唔是爱讲 ROC 吗？哎、欸，强力士台北啊。所以一对我，也当有名称强力士台北。啊，人来台湾这比赛，也在用八种名称无？嘛是无法度，迄就是伊个真正的新闻，哦，迄就是伊真正的新闻。伊拢甲咱讲，啊，着外靠打压啦，所以不得已啦，妥协啦，再用强力士台北嘛。啊，其实这个都是不对的说法啦，但是不让你知道他真实的身份呢，啊，啊，到底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强力士台北是什么？今天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中国的流亡政府在台北、哦、在台北，所以他这个缩写就是这个意思，意思是流亡政府，这全世界都知道、哦、全世界都知道、啊、我们台湾人是被蒙蔽了，所以我们才不知道。那是现在你知道吗？知道了，现在都知道了。好，他是流亡政府，因为他是流亡政府，所以他在台湾的种种的一些现象，他就会开始退除他主权政府 的那个形态。你对下看，他会陆陆续续去有多些国家盖等高啊，就像这个甘比亚，比较最近的一个断交的是甘比亚。但是这个新闻标题安尼写，你喜欢安尼对哈？甘比亚表示将断绝与台湾外交关系，这个标题安尼对？唔对啊？台湾有没有跟甘比亚建交？没有，没有，安尼清楚啊，清楚啊，哎，这大声。哦，阿德吉甘比亚，他清不清楚他跟谁建交？知道啊，甘比亚知道啊，他跟什么？我们与中华民国啊，所以甘比亚怎样可以盖上建交不？在呀、啊，他跟中华民国、啊，他有没有跟你台湾建交？没有啊，哎呀、啊，啊，所以这个标题是下错了嘛，哈、哦，过来，啊，伊是咪讲，这个甘比亚盖断交，啊，总是要找个理由嘛。啊，找个理由就讲，啊，就要爱钱，我不爱啊，啊，我有电批电器别个，我不接受人家勒索啊，所以我就该等高嘛，啊，啊对，这根本是人家理由，不是，是因为他流亡政府的身份，他一定势必一定会接受的，很多人都跟他断交啊，啊啦，姐姐，1950年、1972年啊，1979年那个1992年，英国、日本、澳洲。美国跟韩国让陆陆续续盖断交，这就是联邦政府的宿命啦、啊哦、一定不得成为一定不得继续用主权政府的心态、形态继续维持而已，所以这是必然的、哦、这是必然的、哦、啊一说下去说下去一咱是不是讲结束联邦政府在台湾因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等于中国，对对对，等于中国嘛，啊，等于中国，所以马英九上台之后，2008年的520宣誓了，6月1号派吴伯雄去中国访问，然后吴伯雄甲讲，伊感觉大陆不可能对我们射飞弹，所以中国会再用武力对付这些流亡中国人吗？不会，不会，因为他们要两岸和平统一啊，啊，中国那边早就释放出是和平统一啦。啊、哦，和平统一嘛，啊，接着甩了几辆。6月19号，马英九跑去金门，啊，损这个金门县政府，哦，金门县政府的县长，啊，做一个球，马英九拍，伊讲啊，请马英九从金门撤军，要发展观光，啊，顺势落去了，
就开始撤了，很多军队就开始撤啊，啊，这个也是他要退去，这个也就是他流亡政府必然会被人家这样子啊，要求他不可以拥有部队啊，因为是流亡政府，伊袂使有军队啊，伊是袂使有军队啊，所以伊一定爱退啊，包括宪兵啊，宪兵司令部裁撤啊，而且拢裁撤的公文，哎，迄个法令啊，你去上网去查。全国法规资料库来得让无啊，包括宪兵学校裁撤啊，不过宪兵还好啊啊，这裁撤诶，迄个法令啊，啊过来，金门陆陆续续撤军，啊两岸统一，干嘛还要放军队在金门，对不对？啊，他们要和平统一，为什么还要在武力相向？啊，再说了，他流亡政府也不可以拥有武器啊，所以他一定要撤军，而且武器渐渐的都不能使用啊。啊，这个自己撤啊，撤到最后，去年的六月份啊，因为国防部长去视察大二胆岛啊，看撤军撤到好啊呗，准备被移交啊，最后移交给金门县政府，啊，最后就撤完了，就移交给金门县政府。所以你也看，因为伊是一个流亡政府的形态，所以他第一个他会被人家断交，第二个他不能拥有武力啊，不能拥有武力，就开始在撤军。包括军队，包括一些军事的组织，伊全部拢要开始退掉，啊、哦，啊，因为伊无得伫台湾就地合法嘛，啊，他要能够解决他的流亡的身份，他只有回怎么样，回中国嘛，哎、啊，回中国他不可能在台湾这边又继续持有武力呀、啊，又继续养军队嘛，啊、哦，啊，而且伊伫咱家，伊是一个军事代理美国军事占领，伊叫咱做兵，这件代志敢对？唔对。你这嘛违反战争法，战争法内底嘛规定，你一个政府者，你袂使叫予你政府的所在人，甲你做兵啦，迄种是战犯行为，好、哦，迄种是战犯行为，哈、哦，好，安尼咱时间嘛到啊，哈、哦，好，咱就分享到这，以上，谢谢。